天康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听起来很不礼貌，可是还是要做一下，就是明星到底可以蠢到什么地步啊？就是我们今天要请了八位明星，他们要互相揭穿彼此做过很蠢的事情，然后有一些是蠢到我录康熙这么多年来，我觉得很荒谬，可以算上今天有几个是最蠢的经典中，怎么能够蠢成这样啊？他们还好意思来上节目，我真是还是叫经典。对，他们有勇气来讲，就表示他们相信这件事。对，蠢跟单纯其实就是一线之隔。哇塞！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啊。所以你也相信吗？我所有朋友瞎说什么鬼话。还是你知道蠢并没有单纯。因为我今天看这个，我就想到我以前，然后我以前我朋友打给我，朋友讲什么我都信。朋友打给我说，我朋友死了，然后说什么死的。被人砍死，那我要砍死，对，被人砍死。他自己说他自己死，他说他朋友被人砍死，那很值得，那很值得可怕，对不对？对啊。然后我说那人在哪？派太平间还是？是。我们需要做什么准备？然后因为他大哭，然后哭的，我说人到底在哪？对。他说在别的伺服器。别的伺服器是说。虚拟空间的咯，他说，对，我说砍死，那你就去砍死他，砍死他的人就好了。可是我等级不够。大半夜，好感人哦，这个大半夜的，超感人。对，所以我看一些想说，好了，自己也做不就是很好啦，你们都你坐到那边去吧。我这里一个朋友打电话来，我也相信，真的吗？他跟我说，他弟弟一直幻想自己是鸡。那怎么办？那你们怎么把他赶快送去医院？对，他说没有，我们因为我们全家人都在等着他孵蛋。规则，规则，夸张，我永远都会后悔我听你的故事。哎，我今天好认真，今天你的故事最烂，你知道吗？还有没有一开始就讲？真是。今天为了要平衡一下明星们蠢到什么地步，我们邀请了理论上应该比较有脑子的记者们来，然后要当公平者，他们要来评论一下这些明星为什么蠢到这样。可是记者们会对你们做的事情是，他们会举出一些社会上普遍的例子，证明说你们的智商并不是整个社会最低的，就是平衡一下。是，他会告诉你好证明，明得了吗？对，他会告诉我们很多案例，说其实也很多人跟你们一样相信这个事情，可是后来导致了什么悲惨的后果，所以请你们要提防，不要走上同一条路啊！欢迎各位记者，你们好。请问五位，你们心中有认为艺人是偏笨的吗？艺人就是比较异于常人嘛，那他们对于很多事情的理解跟认知力，还有交友圈也比较不太一样。OK， 所以就会做出一些比较异于常人的一些判断。今天会有一些在常理之内的，然后会有一些在常理之外的，之外的我们就直接生气。都之外的。那对女生的故事，我觉得在常理之内。哦，对啦，是比较正常。就是说，有一个男朋友约另外一个出去看电影嘛，是不是？这一类的事情。哦，就是这个还算 OK 吧？合理啊，合理。正妹的朋友都是正妹啊。我有问题要问。哎，哦，请说，请说。啊，听说你是伯克莱大学？是。对，伯克莱电机系哦，然后在全美排名第二名的。对对对。你进过伯克莱校园吗？进过，我在有毕业吗？有毕业啊。不是用函授的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没有他跟我是高中同学，他就知道啊。他进过伯克莱吗？我们知道高中朋友，我跟你简介一下。这可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学术上面的成就完全不代表说他有平常的成绩。后是师大附中，然后考上台大经济系，不念，因为跟妈妈翻脸了。对对。后来去当兵，当完兵以后呢，又弄到伯克莱去，而且是电机系哦。你伯克莱毕业，然后你今天要讲那个吃大便的故事。这件事跟大家讲，书不要念太多。我们第一个越多，因为大人就是，其实喝尿应该已经到尿疗法听过，有，但是我觉得这一集吃屎你们有听过吗？我觉得这集只能说 Paul 的妈妈应该是情何以堪，把孩子看去念博客来。你跟这个人是同学，高中的时候，然后他高中就这样了吗？他高中算还蛮不错的，他高中只有喝尿而已。你刚刚可以上来。对不对？你的故事好烂哦！你怎么跟他在前南交？我有一次跟他去泰国玩，对，然后被一个台湾观众看到，他回来在那个 Facebook 留言，他说好幸运哦，今天在泰国遇到沈玉玲跟蔡明亮。泰
会喜欢这个。全场只有他觉得不好笑。我可以写信给博凯，叫他们开除你吗？你真的很电机系啦，理工科的惨吗？而且华尔街上班过，华尔街美语教过，华尔街上班过，华尔街金童，所以要跟我们固定资产交易，所以他跟我们吃饭的时候也会来哦，来哦，俩玉林哥一起来，咚咚。华尔街是华尔街是。为什么不去当交易员？对，因为那个电机系后来我那个研究所是念这个金融的，然后就直接你还念了研究所，对对对，优秀，然后就去做。那你干你现在干嘛这样子糟蹋自己？没有，可是觉得那边太无聊了。你看这边多嗨，可以认识玉林哥跟小钟。他跟我们讲，他说这段日子是他这辈子最快人生最快乐的日子。他回来台湾也在 IBM 当高阶主管了。OK， 所以是有很多你往日的同事很惊讶你现在变成这样的。对，他们正在问我，所以破怎么变？我都说那不是我了。对。就你已经是另外一个人，已经是另外一个人，就是说他的智商跟他的发量那个成反比啊。我们先听正常一点的故事，所以有正常的，有，因为还好，因为女生男朋友来约你出去看电影，这个不算什么太了不起的事吧？我遇过很可怕，就比较怪，是什么？比较怪。就是我有人约你看电影，不是很可怕？是我以前曾经有一任男朋友。他在喝醉的时候偷摸我的朋友，然后但是我还是原谅他，而且我假装我不知道。是在同一个是在同一个房间吗？是包厢还是什么吗？就是床上，床上，床上。你们为什么讲？因为以前大学的时候就是大家都睡同床，就是没有就大学的时候宿舍什么什么大家一起来玩这样。隔天我的朋友告诉我，哇塞！然后我就当场先痛哭，然后我就跟他们讲，为什么要痛哭？这喝醉了不算。不算数啊，对啊，喝醉了做出这种事情还是不行。喝醉 OK 吧？他可能以为那是你啊，是你，他以为他摸的是你吧？对对对对，他是醒的。你也没有很聪明吧？他是醒的。我想要让他就是心平息一点，对，感受好一点。我有听说过喝醉的人是在装醉，是吧？喝醉可以乱摸？有两种。钟哥是真的醉了，对。所以你那个朋友的反应是什么？被摸的人？他就先吓到，然后想说先冷静一下。然后就跑出去，然后隔天再告诉我这件事。所以你朋友并没有高兴这件事。谁会高兴？高兴也不会讲出来啊。对。你男友条件很糟吗？蛮糟的。这也不高兴是不高兴。对，不高兴是正常的。那你后来分了吗？后来还是分啦。所以请问那边两个女生就是。是谁的男朋友约谁出去看电影？不是，是因为他是一个对感情很固执的人，就跟他讲说，这个人大家听到他的风评都不是很好，他就不相信他可以重复跟这人在一起三次。第一次是分开再在一起，分开再在一起。对，第一次是男生那时候有女朋友劈腿他，后来就是分手了。然后后来男生所以 Apple 当时知道自己是第三者吗？不知道，后来才知道。你知道你就立刻逃走了吗？有，后来就离开了，因为那男的其实就还蛮花心的。所以离开了，然后后来又跟这个人在一起。对，就他很听不懂啊。不，因为我觉得人是会变的啊。你看，会固执，人是会改的啊。对呀，找理由。所以中间分了多久就回去了？之前是第一次跟第二次是隔了半年 ，OK， 然后第二次跟第三次隔了一年多。所以他有这么好？没有，因为他就是闭着眼睛谈恋爱的，盲目者。对对，我刚刚听到他讲的，我就心里有戚戚，因为我也是会选择先装作不知道，对，就是看看他对我的态度，如果还是很 OK 的，我是可以装这件事没发生。什么人叫不醒，你知道吗？装睡，装睡的叫不醒，装睡的永远都搞不醒。可是。如果人家在装睡，你就不要去摇醒他，对呀，你会变猪八戒照镜子。对啦，那我们做梦吧。因为周雨慧当时如果去唤醒 Apple， 就是一个讨厌鬼。其实唤醒我有一直不停在唤醒 Apple， 自己在床头写了六个字：为了爱梦一生。对，要叫醒他。所以你脑子里面装这些东西干什么？我一生的六个字装在脑子里背什么？我以前就背这个背很久了。没有，因为大家心疼 Apple。不是，但我也没有真的这么梦一生。好了，我听他的故事，我也没有真的这么就是执迷不悟。但是因为那男的当然会一直释出善意，就是我都会像他第二次到第三次来找我。你先回答我，周一佩当时在旁边。劝阻的时候是不是很讨人厌？就是我会在想他讲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可是你会叫他闭嘴吗？
我不会闭嘴，我只会哭。他不会，他就哭，然后他就会不跟我联络，因为他什么事情都不敢跟我讲。还不跟你联络？对，他就是一个先避开被男友绑架的人。但我们都很担心他，所以我们就时不时就会换人，换身边的姐妹说，换你打电话，换你打电话，然后问，就状况都还是差不多都是这样。他爱死，为什么不就给他去死一死就好？我没有爱死哦，重点是这个人就不对啊，因为这个男生是他不只是对我，他对身边的其他姐妹都有说就约说去看电影啊，就是。他是以 Apple 为中心点，对，辐射出去。我觉得其他的事情我都可以当做说没关系，只是觉得新鲜好玩。可是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完全已经让我觉得你非常不尊重这个女生。所以那个男生约你去看电影的时候，你心里面有一点高兴吗？我没有高兴，我只是觉得你很夸张。那你也去了吧？我没有，但他没去。那时候很纠，我很纠结，想说我到底要不要跟他讲？因为我跟你讲，那个男生约周渝佩去看电影的理由。是真正伤害 Apple 尊严的一个理由。理由是什么？真的？他约你去看电影，你有问他说你干嘛不跟 Apple 去看电影？还有理由？我好像有问他。然后他说 Apple 的脑子。我脑子怎样？反正他什么片都看，就没差啦。他看不懂，对他看不懂，他其实他看不懂。他说你看不懂电影啦。Apple 地理位置超不熟，当场闹出大笑话。我都看一些剧情的。哪一种？我觉得最好看的一部电影叫做《慕尼黑》。哎呦！哇！他跟一个男生去看电影，哎，不是那种随便的骗子，是叙利亚的骗子，哎，真的，对吗？在中东影展，超爱看那种。你说你看过最有深度的电影，你觉得哪？讲出来听嘛。我最近看了所罗门那个一个日本片，所罗门的讲不出来，伪证。你看了所罗门的伪证吗？对啊，你看不懂吧？慕尼黑，哎呦哇，慕尼黑在哪里？他是有深度的人啊。对啊，慕尼黑在哪里？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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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在慕尼黑啊？差不多欧洲那边吗？我真不敢相信，有点大。你看到慕尼黑，你不知道？我看电影很有深度，这跟地理环境关系好不好？你发现了一部叫做慕尼黑电影，然后你不知道慕尼黑在哪里？你怎么会知道汤勇哥怎么录啊？果冻，果冻，我请教你，你怎么会猜得到他不知道慕尼黑在哪里？因为 Apple 大部分都是逛街嘛。OK， 哎呦，而且其实从 Apple 身上我们看到所谓的我们新闻圈当中叫做女性图的性格。什么叫女性图的性格呢？就是她执迷不悔，旁边有朋友劝她，告诉她这个事情的真相，她不会相信，而且她就不跟人家联络了。对，而且前段时间不是有破一个龙王吗？很多女性图是奉养，还给钱，还这个献身，还金钱。通常是那种女性图的性格。陈永刚龙王的事情一定会发生在这个家伙的身上。我比较记得，他也是破灯，这个才是超迷信鬼，超迷的，超迷的。不过我先讲一下，像龙王这种旁边都会有设局的。我跟你讲，他迷信到什么地步，你知道吗？他女儿的名字竟然找张维忠来算。哎，张维忠本来就是算这个的，不要说我，打算郭彦均。
去年找他算。女小孩的名字是不是？对。可是你告诉我，你一年买多少个开运物品？这种开运物品呢，是这样子，这是这种吸引力法则。你相信他，你确信他可以帮助你的话，那就会成真，就是这种自我暗示。你是不是在购物台卖开运物品？零数教大家，对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开运手链。有一次我们那个过年的时候，全部的艺人聚会，大家吃火锅，十几二十个人，然后那个时候就看玉林哥提着大袋小袋进来，然后说：“哎，来，每人一个一个。”我说：“哇塞，玉林你怎么那么好？每个人居然来吃饭，很大方，还送我们礼物，大家好开心。”哎，猜嘛猜嘛猜，就大家一猜看，每个人脸都垮掉，是吗？因为每一个都是他用过的开运物，对，用什么价值？了吗？因为我们所有人把那个后面的拿开一看，然后说哦，你看吧，你看这很有效。翻开一看，就说某某人寿进证，我用过，就是我验证过有用啊。如果我没用过，那我才不敢送给你。可是你送掉会不会耗损你的运气？对啊，没有，因为我自己拥有太多了。厕所，我问雅雅，我说：“哎，雅雅，你怎么为什么玉林哥会送那么多？”他说：“没有了，搬家他太多了，放不下去嘛。”保罗，我很想要听你讲话，可是你吃大便的。你们看过这个吗？这是什么的大便？我们真的没看过。我以为吃大便是形容。但是你自己的吗？啊，这个他自己的保密啦，对。我先讲，可是味道还好。为了节目现场吃，好吧？没有，要查就好。因为这个是他自己的，他吃 OK 了。他现在已经紧绷住。你看闻一下味道。欧俊，你要闻吗？我不要，前面那么难撞吧？他手是你的，要干掉，要干掉，干掉，干掉。等一下，这是来自于谁的？他的啊，他的啊，对，哎，就干掉了，干掉，干掉也可以吗？他有餐厅，可是他好，可是他博客来毕业的，博客重要，有些重要，给他闻，给他闻，有味道吗？还好吧？还好。哎，你不要做笑脸，真的应该还好吧？不是我呕吐病，我一闻到就。好了，回来回来，我一点异味都不能。我不弄你，我不弄。哇塞，牙吐几集？我读一下博客来的嘛，拿去给记者先生们。你帮几年了？那就放在那个盆栽那边一起晒啊，晒完了，你们传阅一下嘛。还要闻？哦，好。郑颖翔，郑颖翔，对啊。请问艺人吃大便不会被报道吗？我觉得人吃大便都会被报道。我觉得这太夸张了，有小易有认真的，他有真的有根据，就是医学的。他有查那些干不是吃啊，又不是小易，你有没有快点帮我看看？没有啦。我觉得他的勇气在这里啊！不要，没有，好像是狗。不要把女主角弄到崩溃啊！小易，你闻了吗？闻，哇，我注意一下。哎，医生，甘甜，你们 circus 不是常干这种事吗？来，医生，来尝尝看。来，可是你知道那个东西是谁的？以后你是没得吃啊！但它里面吃屎的，医生没在怕的，真的很怕。哎，有呕吐病的，真的很怕。好吃，真的很怕。没有什么味道。吃那么多会怎么样？会运气大开哦。应该就下午就发了吧？对啊。阿勇哥，我跟你讲，不要说艺人迷信，我们记者也是有在迷信。记者给你做个切割，我们这边奇怪一点。请问记者办公室会放开运物品吗？开运物品跑社会的，其实有一些会辟邪的，有的没有。对对，所以那个手链会戴吗？不会啊，如果是他送的话，有什么？各位，这个手链它不是普通的手链。哎，我，你看那个潘若迪老师是不是也有戴？有戴了以后，他就跟曹启平吵架了，对吧？就想一个奇怪的搭梗，就想怪搭梗有没有？搭梗，哎，曹启平一天之内连发五篇骂他。我说实话，你也认真介绍那个手链的时候，我觉得在场有一些人会被你打。当然，当然，当然。周怡佩，你刚刚已经想要这个手链了，他眼睛已经有点发光了。那也是迷信王啊，超迷信的。所以你们今天就是一群狗咬狗嘛，就是每个人都有问题，是不是？而且我都好怕刚刚把那个
大便拿来吃哦。好，所以请容我回到慕尼黑。所以周怡佩她男友约你看电影的时候，你拒绝了。我拒绝了。然后你怎么知道她男友也同时约别的很多妹妹？因为我不知道要不要跟她讲，因为他们那时候还在一起，可是关系已经很不好了。然后后来我就问了身边的其他的人，我就说她这个人有没有跟你有联络？她说。偶尔，我说偶尔多偶尔，我说他有没有约你去吃过饭？对。然后我们其中一个姐妹又说有，然后另外一个女生说她之前也有约我去看电影，天什么的，还问说那你最近方不方便去泡汤之类，就是。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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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就觉得。然后你们都瞒着 Apple 不讲。那些人都是本来就没有，如果我没有问他。他们这辈子都不会讲，打死都不会说，因为觉得太尴尬，而且他也不见得会相信。对，因为这个讲了，我觉得就是有可能他就会不相信我，然后我们姐妹就破裂。但请问女生都这样吗？不讲吗？我觉得女生情谊有时候还蛮薄弱的。对对，就是很容易为了男生，然后就是有一些争执。所以不讲是为了要不讲，就是希望我们的友情还可以继续维系，不要撕破。对，可是女生的脆弱到一个完全，就是你如果你不讲，如果你讲了。然后我也当天会不爽你，可是之后就会和好。可是如果你不讲，我到时候发现有这件事，你会恨我，也都恨。可是要看人呢，因为有时候他讲跟男朋友的版本会相信男朋友，就会觉得他在挑拨。是，谢谢你，这曾经有过，曾经有过。你有没有男朋友？有人要讲。Apple 感情执迷不悟，才遭众人嘲笑。他如果回来找你，他是就以结婚为前提，他都穿燕尾服了，然后他都准备不穿。对，如果这样，今天那个场面会感人，他就会答应，应该会会吧。那他一定是下了决心。对。那他结婚后，是不是对他伤害会是你？你要请他结婚？你这个年轻化都有问题。再说，如果你跟他结婚，那里面我没跟他结婚。有人要挑拨你跟那个吗？民族东路开了一间汽车钣金烤箱，而且呢，民族东路对，而且民族东路顶呱呱。姑且把你当一个正常女生问的话，所以你认为要讲？我因为我之前也是因为这样跟一些好姐妹有闹翻，就你讲了对方会不高兴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当下其实说真的，因为情侣的 close 程度还是比姐妹她来得更深，所以周怡佩当时就大家觉得都不要告诉 Apple 算了。对，我们是有跟他讲说，我觉得这男生真的不好，我觉得你真的要想想，因为他最后一次跟那男生复合的时候。Apple 的意思是说，我希望我跟你的交往是以结婚为前提。对啊，然后那个男生那时候也说好。你还要嫁这个人？他都会找我复合第三次了，代表他真的是，代表真的很蠢的。应该是代表这个人一落空就回来的。对，他就是对。可是我觉得他前男友跟 Apple 还蛮搭，因为他前男友也很笨哎。因为通常男生不会去吃窝边草啊，这太容易被发现。现在很多男生都吃窝边草。太不专业了嘛？对，你吃窝边草不？说不定他只是想要跟你的好朋友打成一片。他说他也不觉得那些女生会上钩啊，他们是你的姐妹，所以只是开始姐妹，所以他就会相信。他讲这种话，你姐妹才可怕。对，他就是。所以我觉得如果。我的姐妹，出卖姐妹。我觉得我的姐妹都，因为我觉得我的姐妹。姐妹。因为我觉得我的姐妹既然都会拒绝他的话，那这件事情就不成立呀、啊。那不成立的话，你是一说男生再怎么努力，反正你的姐妹会谨守本分，所以男生也不会跨越。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就只是喜欢嘴巴上讲讲，然后去跟女生讲这些有的没的，但不会真的。他嘴巴上讲讲这样就已经就是心里想做，对啊，越界了啊，不然他没事。但是有的专业人士发言吗？对啊，就是问，那你如果不想的话，你干嘛要问？那你到底是不是有的？你是内部教授吗？还好吧，关节啦，这不重要啦，没有关系啦。所以你说男生讲讲就是真的想，对啊，要不然他干嘛要讲？所以你就是如果 OK 那就去了嘛，对不对？有的男生不是色大无胆就会一直讲，但是他不一定真的去。他男朋友是乱枪打，而且他是乱枪，他是私底下。所以你他刚这件事情发生在你们第几次复合之前？你说这些事情，约他约你的姐妹，约他就是第三次，然后就你就再复合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第三次就是最后一次了，就算了。
对，你还是伤心。他超伤心的，所以哪有？你们最后一次是你提分手还是他提分手？我提啦，因为他对我的态度已经变了。OK， 对，所以我那如果第四次又回来找你复合呢？哭跪求，他有可能会哦，不会。但他们都一直。没有他，他如果回来找你，他是就以结婚为前提，他都穿燕尾服了，然后帮你准备。你现在谁还是穿燕尾服啊？你讲的很对，对，如果这样，我觉得那个场面会感人，他就会答应，应该会会吧？都是最后一次，对啊，对啊。可能那种就结婚了嘛？那牵出来六个小孩，对对对，结婚了，出来，他就牵一匹白马出来哦。他就是他一出现已经，他一出现不是复合，他一出现就是我们结婚，对，没错。那他一定是下了决心。对。需要真的吃屎，他就已经在吃屎了。因为我知道他也不会这样做，因为你叫一个男生做这件事情，他一定也是下了决心，他才会这样子做。你根本不应该在想他的动机啊，不管做什么，他就是一个烂人啊。其实从每次吉妈破了所有的神棍或者江湖郎中啊，操作方式都一样，全部都是乱枪打鸟，而且一量取胜。对，他敲个十次，动了两次就中。各位虽然自己有很烂的故事，可是听了 Apple 的故事，还觉得他很笨就对了。很不喜欢从别人的口中认识这个人，因为我有你要靠自己去认识。对，我有听了那个康永哥说，不以人举，不以言举人，不以言废人。那个我要修正一下，因为网络上最近传这一篇传得很广泛，所以在原文里面是不以言举人，不以人废人，是倒过来的。好，不要因为沈玉玲这个人很可怕就不相信他所说的话，然后不要因为沈玉玲讲过了很聪明的话就相信这个人。所以把人跟话分开来，你讲的差不多对，当中有一个字错，可是不重要，就是很重要。周遭都有很多声音，我当然就觉得说，我跟他在一起，那个才是真实的他，我不要去听周遭的什么。而且 Apple 周遭的人不会受那么大的伤害，你跟他结婚后受最大伤害会是你耶。你要我没有跟他结婚，可你刚刚就是表现的。你这个年轻化到有问题。人家是在说，如果你跟他结婚的，那说你没我没跟他结婚。不是我的意思，因为他刚刚语气就是，如果那个人牵白马出来，他就要我要结。我不会，因为他不会这么做。你看，所有神棍被羁押的时候去交保释金的，大部分都是女性徒。对，而且大家凑钱去保师傅，等于说神棍被揭穿了，他们还要相信自己的。他现在只是说他不会这么做，他不是说他这么做我也不要，他一直在争议，在说他不会这么做。他这么做我也不要，不可能。所以他就算现在摄影棚牵出白马来，那我们来欢迎那个白马王子，骑白马，他带把刀，你脑子装配都不一样，对，周一佩，他现在长真的吗？如果再出现，他不会要了。我不会啦，他三拜九叩，他应该会先跟我们讲啊。他会先跟你们讲，然后听听你们的意见如何。对，他会听我们阻止他。所以周一佩到目前为止表现像一个有理性的人，可是他其实也蛮 Apple 认为他很蠢。对啊，他也很迷信，所以他有改风水。他都很喜欢摆一些什么盐灯啊，然后就是什么是能量，然后。请问你的，请问盐灯花多少钱？快10000块。对呀，你上一盆也是要卖15块，那算还好。他那是一团，是比较大的，是一团盐。他那五包也才，那不一样。不是盐，不是盐，它是一个灯。那个灯是如果那个就是那一座岩石，如果它没有用灯，你们这边很安静，是你们办公室有盐灯吗？多多少少记者也会偏信一种。我记得以前我们常常做一个专题，都会去采访那些。江湖术士，像我这个名字啊，就是采访现在线上很有名的一个老师，姓江，本名了吗？现在不是艺名吗？我本名叫于国栋，国家的国栋梁，国家的栋梁。然后他就说，你这个名字不行，格局太大，
你个头这么小，压不扛不起来，扛不起来，对，活动，对。然后他说，对，没错啊，老师，你可以帮我解惑，把他从国家栋梁改成水果，水果，在格局会不会缩小？果冻哥哥，这个国格局他比较扛得起，对，而且四个方阵就都很好啊。他说。那个名字我扛不住，当记者常常就会坐一坐就坐不下去。哦，结果就是，不然就是会坐一坐。所以改成叫果冻之后，到底有没有带来什么真实的好处？比如说大家都记住我了，对呀，即便我戴口罩，很好记，是很好记，对，是要吃屎吗？简简几岁？徐玉宁笃信电视神，小钟周一沛跟着膜拜。以前我认识玉宁哥的时候，是因为主持他节目，他跟我讲小钟。你要拜电视神，真的？我不相信。对，就是节目刚播出首集，我们两个是跪在电视前面拜耶。拜，结果出来果然是开红盘，对，干嘛？我当时一点都没有。第一集要首播的时候，他把我们那个要播出带，带我们去那个慈幼宫，对，过香炉。后来因为太热，没办法播出。说还有一招是你可以得到早餐店店员跟你要电话，是不是？他对那个房子的风水就很迷信，然后像他之前就有搬过一个家，他就说那是桃花屋。我说怎么可能？因为我说你本身异性缘就不错啊，为什么那个叫桃花屋？他说不是，一些杂七杂八的都来了。所以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呢？他觉得困扰。我刚开始觉得蛮开心，给我对，因为同时间有七八个男生在追求我，而且是你想不就想都想不到，就哪些类别的人都烂桃花，就像早餐店啊，早餐店可能是很好啊，朋友的朋友只见过我一次，不是还有什么做珠宝的那个好得很，那不在桃花。所以你说七八个追你当中不包括你喜欢的人，是不是？都没有都没有，都我就觉得你可以感受那种众星拱月，然后也有那种结了婚的，然后准备要结婚的，有小孩的，未婚有小孩，就是反正很离奇。然后那时候老师刚好来看，因为我的水龙头刚我水龙头是对向我的瓦斯炉，瓦斯炉旁边又是冰箱，所以是水火水就会引起烂桃花。哇！立刻搬家，我回去要这样办。对。不分好的烂，对的。他先求有，先求有，有什么？先求有，来我也好啊。先讲就好了，有效果。你应该被人家先泡到水里去，再拿到火上烤，再丢到水里。之前的房东店要给你，就是住那里哈。记住哦，水龙头、瓦斯炉、冰箱。不过说实话，你们的新闻部是不是也都有风水？有，他们更迷信。不是我们迷信，以前是老板比较。那个水晶洞后啊，大刀都可以助人，但。觉得说电视台如果有桃花，代表有观众缘嘛？因为早期一家电视台曾经服务过，他在楼底下中庭的瓷砖要怎么铺形状都有讲究。像波浪形的话，那个浪头一定要往大楼这个地方方向来凹，这样代表说气会进来。对，他们会这样觉得。所以心仪的工作部门也有风水。对，其实就像从很简单的，像就是摄影棚里面呢，摄影机旁边会摆乖乖。乖乖乖乖，就会让这个机器乖乖。哦，对，这就是很一般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很怕一个东西，很多机器会。摄影棚的摄影机上面有摆乖乖。对，因为我们都是来摆中控的，而且那个机器要。而且都摆这边是摆旺旺啊。而且我们很怕一个东西，就绝对办公室绝对不能出现是禁忌。就是凤梨哦，对，因为我们很怕，是会是旺啊，会旺，而且都是那种很大的事情，只要有人吃了凤梨或者是凤梨酥，有的时候送礼会送凤梨酥，那一打开哇，大家都吓死。意思说社会主不希望太旺，因为旺就出事了，因为社会事件会很多，所以风水你们比较不觉得是笨这件事情？风水我很相信，风水很重要哎，可是他的风水他害人哎，哪会？不是我们去那个，我们之前去外面可能住饭店。或者有活动住饭店的时候，他都会不想住边间哦。他说边间很对噪音，然后什么会鬼附身什么的，他就很怕住边间。结果有一次我们两个就做活动，我们一人一间，然后我原本就进房间都好好的，我已经准备要睡了，我经纪人跑来敲我的门，跟我说叫我换房。我说为什么要换房？他说跟他换。
我说为什么要跟他换房？他说不知道，反正大家好像不喜欢那一间吧。然后我就去住他那一间。我说你干嘛每次叫我换房？我不想换，因为我已经要睡了。对。然后他就说哎呀，拜托换一下什么的。他不告诉你理由。对，不告诉我理由，结果我就换了。后来我就问我，你不会现在那房间已经看到鬼了，然后再叫他进去住吧？没有，没有看到，但我就觉得我看到那个房间门，我就觉得不舒服，所以我就想换。嗯。因为他在边边。可是 Apple 觉得不舒服，要死掉了。不是，这种事情就是相信的人，你就相信，你相信你就会怕。可是他不相信，所以你没有差啊。嗯，对啊，我后来我看经纪人的时候，我经纪人。所以 Apple 虽然笨，可是八字很重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可是你有遇到鬼吗？没有。所以你有睡着？对啊，睡得很好。所以表示那房间影响不了你啊。对啊，但是也不行吧，因为这个我后来听完我就会觉得毛毛的、啊，所以我当下我跟你讲是对的、啊，所以不跟我讲是对的。可是你就为什么你边间就去换一间？你干嘛叫你朋友进去住那一间？不是因为我们已经有问两间，就是那一整那我们那一整层楼只有只剩我们那两间房间了。那你就拉经纪人陪你就不怕了、啊？你就去别层楼呗。不是嘛，反正就都房间嘛，那他又不怕，就让他去睡啊。他就是因为制定 Apple 是傻的，对。Apple 没神经，听无啦。周怡佩，你周怡佩，你改名第几次？第三次，好多次，第二次，我们都不知道到底要叫他什么。第三个名字，这是第三个名字。你现在证件上是这个名字，是这个名字，所以你不能再改了。你用光配额，我不会三次嘛？还有一次可以改，没有一个扣打，没有一次而已，只能改两次。因为我第一次改名字，我没有改身份证。然后后来刚好又因缘机会，反正就认识了一个老师 ，OK， 然后他就有帮我算了一下名字，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个名字，所以我就把我身份证的名字也改掉了，因为我原本的名字叫怡君，怡是我的怡，对，新台怡，然后君子的君，就是很大众化的名字，所以我本来就不喜欢。新台怡是不是很困扰？其实就很多人都叫心仪，不要说新台仪了，整个就心仪就很多人叫、啊，所以但没关系啊，就因为我的心仪都很多心很多仪，但就叫心仪啊，有复杂的心仪跟简单的心仪。对，所以你有考虑要改过吗？我从来没有考虑改名，对啊，就觉得好像就爸妈给的名字。可是你上网搜寻心仪，就会跑出很多很多了，就是我的照片啊，真的。我不在意了，因为他说那个"怡"字不是一个那个"怡"字，老师我听了好几个老师讲，都说那个字不好。可是尤其是放在格了，搞不好对他。尤其是因为刚好我的是放在中间第二个位置。他说心，你看他的"怡"就是心在外面，然后一个台就有点像把脚这样子，就是翘脚的感觉，然后底下是嘴巴，所以代表你心口是一致的。你这人讲话很直接，很好，你很容易得罪别人，不是说不好，是很容易得罪别人或被人家拿来去利用。然后君是男生的，我们现在讲的这一切都好像是真的。这种说文解字随便十个字，我可以给你一百度说。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讲的个性，我觉得很可信啊。那个 Paul， 他叫 Paul， 他叫朱大卫。对啊，朱大卫。我跟你讲，演艺圈向来名字都是越改越差，越改越糟，没有人越改越好，没有好过的。还好吧？我要佐证一下，那是演艺圈的，因为像我采访对象全都是社会都是兄弟大哥居多。对，通常改名字的时候就是要跑路的时候。对，所以我们通常不会跟着大哥的名字走，我们会直接帮他取绰号，像恶龙啊、穿山甲、啊、白狼这样，我们直接叫他的绰号。因为他名字通常开始绕跑的时候就换，OK， 所以跟名字会很累就是了。对，而且通常换名字是要绕跑的时候，因为换名字的时候你会有一段时间是还蛮不好的。你周怡佩这名字用多久了？我用六年了。可是我觉得之前有人跟我讲说，就这个怡啊，他就说因为那时候我未婚，然后他就说你取这个名字对你不好，因为可能会嫁不出去。然后因为跟我讲的那个女生，她有去，她很相信这个东西。然后她就说有一个老师就跟她讲说，她的名字里面也是有一个这个怡。她说只要有这个怡的，都女生都会很晚婚，然后很难嫁。然后后来她就问我说要不要我们一起去改名？结果后来我就说不要，我觉得太麻烦了。就现在还不是嫁得好好的？两位男
是嘲笑妹妹的时候呢，我都觉得你们讲得很对。可是我看到你们自己的故事，我都觉得你们糟蹋。他们一个碰到神棍，一个碰到，以为是会真心的鬼啊！真是，请问是谁认为喝红酒会红的？他还深信不疑哦。这个事情是玉林哥跟我讲的。我金刚杵都说出来了，我有点不相信。可是以前我认识玉林哥的时候，是因为主持他节目嘛，他跟我讲，小钟，你要拜电视神，真的，我说不相信。手机，我们两个是跪在电视前面拜哎，结果出来果然是开红盘，对，你看吧，我当时努力努力，我现在要努力努力，我现在有点拜，对，我叫大家跟我一起拜电，就是要刚好是电视在播出的时候。一播出的时候刚好就跪拜三下，这样子。那如果我像我跟 S 一整集都在，我们就要整集一直拜吗？没有，就是电视播出的时间是播出的，但是你不用一个小时都一直拜的。对，你要拜三下就拜拜啊！你如果虔诚一点，不要你教我。例行性拜三次，那如果是遇到初一十五的时候拜六六三十六次。啊，先澄清一件事情，你们拜的不是一个神，是一个电视机。电视机，对，电视机里面有灵魂哎，够神奇吧？真的，里面有灵魂。什么？电视机里面真的有灵魂的、啊，所以真的会跑出贞子咯？不是真不贞子，是我们在动那个里面的灵魂。刻板，你是俗人，你不懂啊。你就是因为没拜电视神，最近没有通告。相信我了，但是他打转开电视都看不到自己，没办法。每天一早起来就去开球，人家在开工，他在开球。我早起打球。你们要拜，你们想拜的人跟康熙约，我帮你们做一集，把你们每个画面都调出来。收视率会飙高，真的很明显。等等，所以当时沈玉琳告诉你们这一件事，一定有因为你们正在遭遇什么困难吗？没有，因为我跟那个大牙开心的节目，然后我之前因为有主持他节目，他呢，他看我在拜，我跟你讲厉害，他迷信到什么？我们第一集要首播的时候，他把我们那个要播出带带我们去那个慈幼宫，对，过香炉。这个非常开心啊，非常开心，过香炉。后来因为太热，没办法播。那个陈师傅，你那个烟袋怎么打不开？我说怎么会？扭曲了，好烂的故事啊！你看吧，完蛋。OK， 好，所以然后要讲什么？然后就说希望这一集收视率很高，然后其他台不要比我们高，这样办。对对对。其他台，那万一其他台也在拜，就完蛋了。没有，所以你我跟你还有更厉害的，那其他台比你高，他说那这时候你要用绝招了。他说你要拿一个内裤。放你的头對對對头上，逆转胜，逆转，太逆转了，真的，到底是谁？姐，你回去试试看。我不要，小时代就换你主角了，一定要用自己的，不要拿别人的，用自己的。我不要，那如果我在电影院里面就一直这样。明年你得到金鸡百花奖，我就知道你用了我的内裤。帮助手艺的时候，哪一条？大家都在好好接受访问，只有你跪下来转，一定会红。我跟你讲，一转一转再逆转。我不要。看完今天这一集，你们是不是也期待这四对好友们还会扯出哪些夸张的故事呢？千万别错过下集的《康熙来了》。